是否常常听到这首洗脑的游戏广告歌呢？露娜 M 首部曲即将要在圣诞节进行改版喽，现在赶快跟着宅叔佩一起进入游戏看看吧。经典 IP 萌系手游《露娜 M 首部曲》与啾咪少女一起恋爱派对，于上个月正式推出后，马上就吸引不少玩家上线游玩。游戏不但继承《露娜 Online》的经典角色扮演战斗、副本、故事、K-Boss 等玩法，同时也增加全新的游戏系统。玩家除了可在游戏中体验独特的泡温泉系统社交模式之外，还有佣兵系统，让各种不同专长的佣兵陪你一起冒险。百变的时装内容以及丰富的专属表情，搭配上绵羊、白马、UFO 等多样超萌的坐骑，让你365天每天都有不一样的好心情。而本次改版也开放了奖励丰富的全新3-3对战模式，玩家可以单人匹配队友，也可以和好友组队参加。想要获得稀有武器、顶级佣兵的玩家们不妨前来挑战。为了庆祝圣诞节的到来，官方更开启了全新的圣诞副本场景，还有圣诞好礼活动，还有医护尖兵时装以及海马坐骑来配合圣诞气氛。喜欢的玩家们可以多多留意相关讯息，下载来体验看看，说不定就能勾起你当年的回忆哦。